先发投的时候，第一局都会比较亢奋一点，所以我会投的会弹会比较谨慎一点。到第二局、第三局过了一轮之后，就觉得投起来就会比较顺。佐佐这时候在一好三坏的情形之下呢，打了一次右外野方向的安打，外角球攻击的点掌握得很好。其实今天在美国的一个打序来讲，做了一点点调整。昨天是打第九棒的索托，今天其实就棒次的轮替来。